贾斯洛呢日举行演唱会，戚美珍、向海南、陈发容等等，仲为对方担任表演嘉宾添。三哥苗侨伟都有嚟捧三嫂场喎。我就嗌 M 哥嗌得最大声嗰个，咁所以你咪有三只歌唱。讲笑，其实佢唱得唔错嘅，真系几好嘅。仲有作咗好大嘅进步空间。你可唔可以俾钱我出碟啊？我市场就冇噶啦，你俾得唔得？我会帮你揾啲投资者嘅。咁样害人，你咁样害人。你可以做歌星嘅啊，他因为要准备这一个演唱会呢，他已经在家里的洗手间呢唱了好几遍了，每天都是唱的这几首歌。那我都听得我都每次打开门想要去，哎，老婆你又在唱歌，又出去。那我就听得我自己都快会唱了。而啱啱过咗53岁生日嘅 Monica 好友张俊就喺网上留言，祝佢又细咗1岁啊！那反正我们就像家人一样，是真的很亲密的，常常都见面的。其实我跟他，其实已经是很多年，我看着他追求蔡少芬，看着他们求婚呢、结婚呢、生孩子呢，所以我现在已经跟他像家人一样，所以他对我也是无所不谈的吧。